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，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。夜阑人静处，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萨克斯风，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。在这晚星月迷茫，盼再看到你面容。在这晚思念无穷，心中感觉似无法操纵。想总有日我面对你，交低我来里情浓。春风那日会为你人静处，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，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。若是情未动，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，于今晚悠悠的。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 with spring。 今天的丽花皇宫星光璀璨，彩蝶纷飞，王牌舞台将重现它20年前的灿烂繁华。四位爱唱歌的女生在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中勇敢追梦，执着追爱的故事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。邓萃雯凭借饰演主人公姚小蝶一角，更是红遍大江南北，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。小蝶，你去了美国一去20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快等死你了。是啊，一晃就20年了。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丽花皇宫一点都没有改变了。哦，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昨天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是啊，我是一个人回来啊。有一个人知道你要回来啊，心里好紧张啊。你看，看，我。本来好说的啊，这个蛮像的。听到这悠悠的萨克斯风，想起你
茫然于漆黑夜半，夜阑人静处，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，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。若是情未动，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，于今晚悠悠的。想我入梦中，事情未动，始终相信我能遇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 with spring。小蝶，其实我知道我和春天有约会在你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，有吗？今天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你们的梦，我希望每一个你们都永远有几个梦在心里面，你们也要加油啊，我们都加油。谢谢谢谢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其实是一部特别经典的作品，就是记忆在很多人的青春岁月当中。我不知道翠文姐今天再次演绎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经典的作品，在这一刻有没有让你回忆起当初在拍摄时候的一些场景？其实在香港拍的时候呢，我是不知道那个戏会对有一代人小孩或者是年轻人那么多的梦想，是并且影响了很多人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对于人生的一些看法和态度。比如说对张庭，因为他之前小时候家庭状况也不好，但就是因为看了您的这部作品，他通过这样一个小蝶的角色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应该怎么去做，我应该尽早的来背负起家庭这样的一个重担，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出去打拼，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努力的赚钱，然后把钱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养这个家。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吗？我爸爸妈妈是做路边摊的，卖路边摊的，所以每天都要出去沿街叫卖，那有时候卖得太晚，因为我们太小了，可能就躺在路边睡觉，别人就会以为我们是乞丐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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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。我从小到大梦想就是，因为从小我们家里有五个女儿。然后我们一起住在一间就像这么大的房间里面，然后我们七口人躺在同一张床上，我的梦想就是我想赚大钱，让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间房间。通过努力他做到，事实证明一部好的作品，一个好的演员用心的演绎，他可以在很多人心中种下一份力量，让我们永远用这样的一种温暖告诉自己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。谢谢这段经典的演绎，谢谢。